诗歌舞，诗歌舞，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，那个民智未开的时代，在卡比罗维国诞生一位救护世间的角色，伊就是太子悉达多。悉达多悟道成佛后，开始以深深微妙的神法来度化众生，在灵鹫山初转法轮，以经王妙法莲华经开启佛的智慧大门，引导众生航行浩瀚法海中。佛陀说法度众49年，在涅槃圆寂前不忘叮咛弟子，佛灭度之后要以戒为师，严持奉行如来教法。佛陀前世曾经历过100亿次的轮回，幻化成有情无情众生，因应众生因缘，随分随时随处演说佛法。佛陀教化众生无数，足以堪称为世间的生命导师。正法永驻，如来法身不灭。欢迎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。上集说到善慧受燃灯佛开示，领悟布施波罗蜜的真实意。所谓六度波罗蜜，是度脱烦恼、成就佛道的六种修行法门。透过六度的修行，不止发心度人，自己也能因而得度，所以六度是自度度他、自利利人的修行。历代圣贤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者，无不以布施结缘作为度众的首要方便。燃灯佛为善慧开示的布施波罗蜜，包含财施、法施和无畏施。财布施是在金钱物质上给人方便，法布施则是以佛法教育他人，无畏施是令众生没有恐惧怖畏。而对出家人来说，承担如来家业便是宣扬佛法，也就是法布施。不仅是出家人，在家佛弟子也应该尽己所能弘扬佛法。六度波罗蜜中，以布施为首要课题；布施中，以发布施为最上赞。而发布施严格说来，是具备包含了财施与无畏施这两项。莲灯佛对善慧行者说：若无具备无畏施的愿力，就无办法推动发布施。然而发布施执行不力，也就未产生财施的功德，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的。莲灯佛举了一个故事，伊说以前有一个比丘提着钵为丛林僧团出发，往城内的方向走去。当比丘来到了城门口，拄好拄到一个乞丐。比丘恭敬地向乞丐弯腰行礼致意，乞丐觉得莫名其妙，便问比丘说：“这位沙门，我是一个人看人讨厌的乞丐，你为什么如此恭敬向我行礼？”比丘笑笑说：“我敬你是一位罗汉，所以向你行礼。”乞丐噗嗤一声笑说：“我明明是一个乞丐，你把我当作罗汉，我看你的脑筋有问题。”比丘说：“人若是无痴呆，就袂讲戆话。贫僧是出家人，更是袂使打妄语。罗汉，你看我像痴呆的模样吗？”乞丐斟酌看了比丘半日，摇摇头说：“无成。”比丘回答：“
既然你看贫僧不是痴呆，就应该要相信贫僧所说的话。那无的话，你觉得你应该从什么？乞丐摇摇头，想了半日，勉为其难说，就如同你所说的，我像一名罗汉。BQ 笑笑说，那就对啊。乞丐未明白 BQ 话中的含义，便质疑 BQ 说：沙门，你请我是罗汉，目的是想要向我发言吗？我可是一贫如洗，无什么物件会当发言乎你。BQ 微笑说：罗汉，你已经将物件发言乎我，贫僧欢喜接受。为了感恩你，贫僧也将物件布施乎你，望罗汉欢喜收下。乞丐刺头看到家己手上捧的破碗，内面空空，什么物件也拢无。佮看了 BQ 的钵内，也同款是空无一物。乞丐满腹好奇，这个 BQ 到底在变什么物件？葫芦内在卖什么药？怎样讲到好家己满头雾水？乞丐便无好口气说：“喂，沙门，我看你的钵内空空，我的破碗也空空，内面根本就无物件。你这个出家人一直在打妄语，我是无法搁相信你啊。”燃灯佛故事中的比丘想要对乞丐进行法布施，但却遭到对方的呵斥。真正发菩提心，是能无条件、无目的的付出，发愿度一切众生。要欢喜布施，同时懂得量力而行，不会在布施后反而为自己增添烦恼。无畏施是让施者与受者不畏惧，进而清安自在。正所谓佛度有缘人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修行人广度众生。但佛不能替众生转定业，也不能度无缘不信之人。佛虽已断尽一切烦恼，并教众生灭除烦恼的方法，然而正如经中所说：我如良医治病说药，服与不服，非医救也。故事中的乞丐不是有缘人，所以无法领会比丘的善法，得不到功德法财，也就无法翻转自己的命运。佛法如甘露，独立得清凉，一心应善听，令灭诸烦恼。请好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扩界基金会。BQ 叹了一口气，转身想要离开，乞丐叫住 BQ， 呛着 BQ 说：沙门，你话还没讲清楚，怎样转身就要走呢？ BQ 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对乞丐问说：罗汉，你无明白什么？乞丐支支吾吾地问说：我明明无布施物件乎你，你煞讲已经收到，甚至感到欢喜。BQ 说：罗汉，当我要入舍门之前，远远的看到你满面愁容，想必你已经徛了真久，拢无乞讨到任何物件，这一幕也让我得到了警惕。我明明知影你是一名乞丐，但我也想予你有报喜的机会，好反转你的命运，所以亲近你，来启发你的报喜心。无想到发亮你起了亲魂心，贫僧感得罪过，所以才会转身离开。乞丐说：沙门，那我予了你什么物件，让你感到欢喜呢？ BQ 回答：当你相信自己是罗汉时，
面上露出了微笑，给了我真大的启示，提醒我等下进行发言时，必须面上带着微笑。其实终于明白了，原来 BQ 是提醒家己，虽然贫穷也是可以布施，哪怕只是对人浅浅一笑，也是一种布施。乞丐便对 BQ 说：“但咧，我若是乞讨到两个铜钱，我一定会将其中一个铜钱布施出去。”BQ 恭敬地向乞丐鞠躬敬礼，然后欢喜地转身走入城门。不久后 ，BQ 顺利化缘到斋房，乞丐也乞讨到两个铜钱。并且信守承诺，将一个铜钱投入了寺院的功德箱内。善慧行者听完故事后，对莲灯佛说：“师尊，布施者无畏，法者能够直达人心。当受者有益，功德自然能助，发财便得以实行。”莲灯佛说：“法布施像是源源不绝的泉水，会不断地填满水盆，唔免担心水盆的水会倒完。那你也唔免过问，提水杯的人是贫穷也是富贵，只要是伊嘴大，就倒水予伊啉吧。”善慧行者领受了莲灯佛是伊个布施婆罗蜜后，接落来莲灯佛爱善慧行者去找何解婆罗蜜。善慧行者脑海内想着：“善慧啊，你一定爱像礼牛同款，爱护家己个尾溜，更爱守住家己个性命，好好个守护戒行，便能够修行圆满，证得佛果。”成佛的基础除了布施之外，还有持戒。持守净戒，功德浩如烟海。戒是善法的依止处。楞严经中说：“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”戒能够帮助我们防非止恶，戒有别解脱的意思。持守一条戒，就能解脱一个烦恼。无论修持任何法门，都要以戒为基础。持戒就是在正念心上用功。不论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出家戒乃至菩萨戒，先从事上用功，然后入理，弃无戒体，达到事理圆融的境界。出家人要成为一名 BQ，必须严持遵守250条戒律。你比丘尼也爱加出一杯，共500条戒律。至于佛陀为什么要制定戒法呢？自从佛陀度了五比丘之后，佛法经三宝便已具足。佛陀是佛宝，佛陀为五比丘说四地法是法宝。而五比丘即是精宝，因此僧团就这样成立了。接着，作者人不断地投入僧团修道方法的行列，当然会有一挂弟子将原来在外道所学，或是将世俗上不如法的事情引进僧团，为了要让所有出家众得以分辨。佛陀才制定律法，并且进行教导，最后交予僧众共同监察管理。等到佛陀入灭前，逆体明明各改弟子，日后必须以戒为师，严持遵守。在善慧行者也未成佛时，当然爱以莲灯佛的教导为依归，
伊便开始去找找介乎婆罗蜜。先飞行者为精舍出发，一路沿着山区小路落山，来到山脚的村庄，经过一片田园，拄好看到有一只牛正咧犁田。看到，先飞行者十分好奇，牛的尾啊，时而甩向一边，时而用往上翘起。伊的身边并无蚊虫咧沾伊，为什么要如此速动着牛尾啊？先飞行者便问农夫原因，农夫说：牛尾对牛来讲相当重要，牛要好好保护伊。害动牛尾的目的是要避免伫犁田的时候伤着伊。神飞行者听了农夫所讲的这一挂话，瞬间顿悟了。牛尾在人类的目睭来看起来是遐尼微不足道，但是在牛的心目中，却看甲像是生命共款咧保护着伊。相对的，有一挂修行人根本无修戒律，甚至无将戒律当作一回事。简直是人不如牛，戒体是修行者的第二生命。一旦触犯戒律的话，便枉费过去的努力修行了。先飞行者离开这片田园，继续往前行。经过一间池寮，听到有池者发出哀嚎的声音，便快步行向前看。原来是刀夫正咧磨刀，准备要来宰杀这只猪。或许这只猪已经明白自己将要被宰杀，才会不断发出哀嚎的声音。先飞行者问刀夫为什么要宰杀这只猪，刀夫回答：过几两日就要祭祀，所以必须先杀了这只猪。先飞行者说：千万唔通抬伊。古代的祭天是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，准备的是鲜花素果，而不是杀生祭祀。因为祭天是上天慈悯众生，杀生和祸福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。就算百千劫不断杀鸡宰羊，残害生灵，祭祀天地，所获得的也仅是如须弥山般高大无边无际的罪业，毫无福报可言。真正的祭祀是以虔诚的清净心供养诸天乃至诸佛菩萨，所以善会劝屠夫，贡品不能只为满足我们的口欲，摒弃错误的祭祀，该用鲜花素果，不杀生，持守戒律，断恶修善，精进用功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功德利益。地藏经也劝阎浮提众生，临终之日慎勿杀害，即造恶缘，拜祭鬼神，求诸往良。何以故？而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深重。一只猪不断地发出哀嚎的声音，甚至开始反抗，不愿乖乖就范。刀夫缓缓地揉着猪的耳朵，一个就抓了过来。这只猪竟然流落了目屎。先飞行者嘴内开始念着佛号，期盼唤起刀夫的良知，避免伊做了杀生的恶业。先飞行者念了108遍的佛号，刀夫放下了手上的刀刀，对神飞行者说：我抬不下手，我决定放伊一条生路。神飞行者对刀夫说：放下刀刀，立地成佛，并将代替这只猪向你讲一声感谢。刀夫惭愧地说：该讲感谢的人是我，我为了这事，不知影杀了偌济条性命。讲也奇怪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猪流目屎，
让我十分惊吓。先会行者说，天地万物拢有佛性，这只猪会流目屎，就表示伊家里的前世有过一段姻缘。这是说伊对立曲成道，是特地来向你求情的。如今你放伊一条生路，来生伊会报答你的不杀之恩。神辉行者讲完话后，便转身离开。多夫对神辉行者所讲的话半信半疑。直到当日下暗，多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这只猪来向家己道谢。隔日透早，多夫看到猪寮内加了七只猪仔仔，正快乐地趴在这只猪母身上在吃呢。多夫这只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只猪母要临盆啊！如果将伊杀掉，就无这七只猪仔仔在吃呢啊！神辉行者这个活该一念头一起，救了八条性命。连丁佛在远处的一方听闻到神辉行者的身形，仰头对着天赞叹：“神辉行者，贫僧在远方为你见证，你已经为家己找到了第二项法宝，修持圆满，何解婆罗蜜？这条成佛之路，你又跨进一大步了。”善慧行者拥有布施婆罗蜜甲何解婆罗蜜这两项法宝也无够，想要成佛的话，也爱找出第三项法宝，也就是出离婆罗蜜。这项法宝实在不容易找到，伊是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，别人若是不讲出来，根本就无法找到。善慧行者这回陷入苦恼，出离婆罗蜜要如何才能找到呢？善慧行者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行着，看到前方有一张菩提树，便行到树下，结跏趺坐，开始念书。善慧一入禅定，心中的烦恼便一一浮现，于是他开始诵经、念佛、持咒，试着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。说也奇怪，这时烦恼虽然消失了，但天上的天女却进入禅境中，让善慧心中升起一阵喜乐。但又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，这些都是幻境，千万不要随之起舞。善慧的内心开始天人交战。不久后，天女离开，来了一群魔，他们对善慧张牙舞爪，希望扰乱他的道心。儒家说，艳女来奔，愚人以为是福，智者方知是祸。凡夫众生沉湎于五欲之乐，枉受诸苦，无有出奇。佛法则教导我们，透过持戒清净，能够照破魔窟，降伏烦恼。感谢您的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修持，灌溉如来。
步来扶持。一生无量的愿力，愿度众生。